今天我开了一家超市，不知道今天会有谁来这个超市里面买东西呢？哦，你开了一家超市啊？嗯。哇，那今天呢，爸爸猪呀正开着车，哇，带着他们的宝贝还有他的老婆，溜达逛风景。这时呢，遇到了你家的超市，小猪佩奇说：“哦，妈妈，妈妈，我想吃好吃的。”妈妈猪说：“哦，我没有带钱，怎么办呢？”哦，妈妈猪，我刚才看到了，这边有一个银行存款机，这个也是我开的。嗯，这也是你开的呀。嗯，那咱们上银行求点钱来买好吃的，可不可以呀？哦，求点钱呢？那我看看，我摸摸兜里带没带卡呀？咱们先下车吧，看看。嗯，爸爸猪说：“我看看，我摸摸我的兜里带没带卡呢？”哦，带了，带了。哎呦，真的带卡了。那这是阳光银行的卡，这个是不是阳光银行卡呀？对，是阳光银行的卡。哦，那我们就上这里来求点钱吧。爸爸猪呀就拿着银行卡来到了这个存取款机前，把它塞到去。嗯，先看一下你壳啊，里有什么。啊，我这里还有17元，那我取10元吧。嗯，你的密码是什么呀？我的密码我自己摁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哦，开喽！哇，这里有钱哦，取出来10元钱。这里边有很多钱。好喽，我们取到钱了，孩子们，你们可以上里面挑好吃的喽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妈妈猪，我要坐在这个车里，你推着我好吗？好的，我推着你上里面选好吃的。贝奇他也要坐里边，可是没地方了，他只能坐这儿了。哦，只能坐那儿了。那咱们上里面挑点好吃的吧，看看这里都有什么呀？乔治想吃些什么呢？啊，我想吃雪糕，这里有雪糕。嗯，还有哦，这里还有那个什么呢？蛋糕呢？哦，这个蛋糕好啊，这个我想吃啊。这个还有。那好吧，咱们给他拿个蛋糕。哦，佩奇也想要一个蛋糕啊，这个蛋糕更好看，这个佩奇的。这个是雪糕吗？对，这个是布丁啊，桶装的雪糕。这两个都是布丁。哇，还有布丁呢，好酸奶。那拿两个布丁，他们俩1元1个。要不要酸奶呀？酸奶也可以。酸奶两个人多喝点奶，他们长得快一点。哦，是吗？水果奶呢？好，那就要这个就行了。嗯，他俩1人1个，让他们长得。哇塞，他们挑了这么多了。让你们长得高一些啊、哦！那再来看看，哦，那边还有面包。老板给我们拿两个面包。嗯，给你拿两个小兔子的。好的，我看看，这个面包能好吃吗？好吃。哇，是两个可爱的小兔子。那看看宝贝们，你们还想吃点什么呀？哦，我们想吃香蕉啊，这里有香蕉。再买点水果，香蕉。嗯，这里还有大大的苹果。妈妈猪，我要吃这大大的红苹果。那好吧。哇，那有，好了，咱们就选这些吧，选太多咱们的钱万一不够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嗯嗯，老板，老板，这些需要多少钱呢？我看一下。嗯，两个面包。哦，两个面包，小猪佩奇先下来吧。这么多好吃的，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呢？嗯。
我们爸爸猪只求了10元钱，能不能够呀？哎呀，是11呢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哦，拿出去一个吧。嗯，好吧。哪个是1块钱的？给我们拿出去一个。嗯，那1块钱就是这个啦。哦，可以。那我们只有10元钱，所以老板给你这些吧。今天呢，哦，看看我们的小猪一家买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还有大苹果，还有水果，还有面包，还有冰淇淋，哇，买的挺齐全的，10元钱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要捧着这些好吃的回家吃去喽。还有姐姐，咱俩捧着这些好吃的走吧。咚咚咚，车来喽，咱们上车吧。我知道他放哪。哎，我们的直接放这就可以了。哇，老板这么细心呢，放不下的老板。嗯，就放在上面吧。我们要，我们要坐在这里开着车走喽。妈妈猪呢？哦，妈妈猪坐这儿吧。好喽，我们要抱着。哦，我们要开车走了，好幸福的一家哟，哈哈。今天呢，看看我们的小猪佩奇一家买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好幸福呀。嗯，而且他们都坐上一个车啦。嗯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